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现在家里都在忙着插秧，这个农忙的季节最辛苦了。那今天上山看一下有没有野生的黄金，早点回去煲汤给一家人补一补。找这种野生的黄金，我们就要来这样子的地方，像这个潮湿的溪边上、山坡，还有像竹林里头，那这些地方就有可能会长，因为黄金它就喜欢这样子的生长环境。黄金在古代养生家的眼中呢，是一位神奇延年益寿之品啊，说它是九福成仙之说。发财了，这边看到好几颗啊，看这个就是野生黄金了，这几颗还比较小，这么小的它没什么尽快。上面这一颗呢稍微会大一点点，但是也不算大，它野生的比较难得，今天居然会让我碰到这么多颗。哎，这顶端上面还有一颗，这一颗看着会大一点，我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上面也有好几颗啊，这些也都是，这边上这一颗就大一点。看它的叶子长得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枝茎呢很清秀，而且表面光滑无毛，它的叶子背面有点灰白色的，现在这个时候正开着花，它的花像一把把的小伞，很美呀。它是百合科黄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属于一种中药材，在我们生活中很常用到。黄金它的茎块一般都不会深，所以比较好挖，像这样子轻轻一刨开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了，看这就是它的茎块了。那我们炖汤用一般就是用它这个茎块，入药也是一样的，它这个一个茎块就是代表一年，有几个就代表有几年的意思。这个茎看着有这么大，但是估计这个茎块算了算应该也就五六年，我想再找一找最好能找个十年以上的。黄金是好东西呀，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过这种诗句，扫除白发黄金在，君看他年冰雪融，说的就是黄金了。我现在要进竹林里头去找一找。哎呦，今天运气太好了，这边又让我看到两颗，这两颗好大呀，这两颗看起来很高，据说它这个茎高的可以达到100厘米哦。这两颗生长年份应该比较久了，我这边哇，一个大石头顶住了。它的名字为什么叫黄金呢？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说，其得坤土之精粹，故名黄金。这颗好大，它的根茎都是这样子横走的，圆柱状的。因为这边是竹林，有一些竹子根把它缠住了，特别难拔出来。对于黄金，它的吃法呢有好多，那像我们这边常常会用它来炖排骨汤或者是炖鸡肉汤。你看它的根茎都横到这边来了，这一颗最少应该有十年以上。哦，原来它这个是两根连到一起去了，原来刚刚看到的那两颗其实它就一颗，就长了两个藤出来，好神奇呀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，我都不敢用力的拔，怕把它掰断了。哎，马上就拔出来了，看整颗挖出来这么大，好惊喜呀，这个回家都够炖两头鸡的。我们现在来数数看它的茎块有几个就知道有几年了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，哇，18年的老黄金哦。它清洗干净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乍一看还像一头大龙虾，那两边像它的钳子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植物知识。我是兰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